喺我英文頭嗰邊啊，個英文嘅，咁啊喺關於我2021年個系列嘅大歷史啦嘅第16講咧，就啱啱上載咗啦，咁大家可以跳過去聽。咁啊第16講我講咧就講civilization 啊，就係文所謂文明啦。咁啊就用緊啦兩個例子，一個就係古埃及，一個就古希臘啊，兩個地方咁啊。同大家講緊咧，就係到底呢兩個地方講緊係大約係5000年前到啊，佢哋嘅當時嘅文明係點樣咧？咁樣咁啊，就來源嘅希望我就喺下一個禮拜啊，我會繼續啊講文化，即係所謂文明啊，喺文明入邊我再舉其他例子。咁啊，嗰個次序大約咧就會由埃及嗰邊啦，即係喺非洲南部啊，咁啊慢慢走上去。中東地帶，跟住過嚟咧就係印度呢邊，去跟住中國，然之後就可能去過美洲嗰邊。咁啊，呢個就係我個計劃。咁而家今日上載咗嗰個就係兩個地區啊，一個就係非洲嘅北部啊希臘啊，另外就係再上少少啊，咁啊喺歐洲嘅地中海嘅大約西邊嗰度啊，咁啊。嗰、那個嘅希臘咁啊，我哋下個禮拜會講其他嘢，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跳過去睇，呢個係英文嘅。